was as cruel as the city. 来接你啊。 对啊，想问问你，你哥他在国外培训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发生些什么事儿啊？你别跟他说是我问你的，这可是咱俩的秘密。找我有事儿？江阳最近怎么样？谁不看你开他的车过来吗？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和江阳有什么吧？你看不上他，跟你比也不差呀。 那我不去，行，那去吧。你是不是还喜欢这个？一看就行。今天正好有空。 来看看。你这一年状态是怎么了？状态不好，是不是？你可是孟晓东，多少人看着你。可是那些人跟我都没有关系，还有我。 机器人打球吗？你打得不错。能不能给我点有用的意见？我在观察。哦，你是第一次认识我吗？就是都猜不中你怎么想的，干着急。不会告诉你的。